没不急也没关系，因为我现在在用我现在就在用另外一个电话在做那个 video， 因为我要留个，我要留一点，等一下。十点之后很多人要来，所以我赶快看完赶快走。对，没有那个 Saint Anne 的好，说真的，说实话，那个 Saint Anne 嘛，昨天那一个，那一句比较高级，对，那句真的比较高级。我等一下，因为我刚好过来，我等一下还要再绕过去那一边，我等一下把那个 Saint Anne 那个拍给你一下。但是这个真的是四房，所以这个四房，这四房都可以用，所以格局来这一样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看安的房子都房间都不是那种，就不是很，就好像就是那种不规则型的感觉，好像。对。嗯，对啊，就三房，是啊。是不同区啦，因为我刚拍过来的时候，我在测距离嘛，就从这一边就是在 Island High School 的附近的，那所以这一边到那一边应该是有两个 mile 吧，大概两个到二点 mile， 就是说你从 Plano 或 Richardson 开过来的话。会先经过 Saint Anne 的那一区，然后才到这一区。这不过这一区就是说，如果在这一区的人就是买东西啊 ，High School 什么去 Island 的话，就真的很方便了。那对，但是那一边的话，就是那边就是其实那边已经是 Plano 跟 Island 交接口了，所以就那一边去 Plano 可能会比去 Island 还紧样子。对对，那。就是一个房间，就是那个第一个房间，第一个房间就是，不过那个很小，那里面才四栋房子吧。对，对，那不算错，那个并不会有什么，并不会有车子里面来来往往的。价位就差不多这样子，这个房子这边的地区差不多都是这个价位，所以这个房子也没有说价格特别好，也没有说价格特别贵，对，差不多。